今天前女友非要让我当她的贴身助理，我好心帮她康复训练，结果还被揍了一顿。老板，有事再说。我想预支点工资。预支工资？预支工资干什么？这不是有人快过生日了吗？我想送她个生日礼物。原来你还记得呀？什么我还记得？没事，我说你上财务那签单子吧。谢谢老板。我喜欢。啊？你喜欢什么关我什么事儿？真是，给前台妹妹买的礼物到了。呀，老板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就是分颜色。颜色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说我挺喜欢的。啊，那太好了。你要是喜欢，前台妹妹一定喜欢。我这啊，老板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喜欢这盒对吗？等我跟前台妹妹在一起了，就把这盒给你。现在？现在不行吗？老板，你口也太急了吧？你等我一会儿呗。现在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这个，送你的。谢谢哥哥。哥跟你说，这东西可好了。上班这边干什么呢？等着扣工资呢。回去干活去。去。哥哥还会看手相呢。哥对这个特别有研究，你看这条线啊。给我也看。你等会儿啊。老板啊，来办公室一趟。老板，过来。上班时间是让你来谈恋爱的吗？老板，我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老板，你不是快过生日了吗？这个送给你。男朋友忽悠谁呢？这里面有东西，你看看。老板，喜欢吗？